想好好教小孩，让他快点长大，为什么你们都觉得不重要呢？觉得来日方长都不用着急是吗？你为什么要急着让孩子长大呢？陈叔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、最好最好的朋友。我现在不是你学长，我也不是用医师的身份，我是用朋友的身份求你帮我，可以吗？你还要瞒我们多久？拜托你，你先帮我瞒着大家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安排完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天堂的微笑。